阿姨，你听我说嘛，阿姨，你听我说嘛，不是，他不养猫了，你太贵了，好不好？阿姨是这样子的，你听我说嘛，好不好？阿姨，你看你们也出去打工也有那么久了。 阿姨，你看你们也出去打工也有那么久了。你看阿紫一个人在家，她也需要帮助，需要照顾。那么我跟阿紫认识了一个多月，我也是在这边也没有什么，其实帮助她那种。然后呢，阿紫这个人呢，心也很善良。然后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帮助她。然后我觉得，我留下来待在这边，然后我跟她一起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奋斗，让我们村里的人越来越好，然后让这边。 家里面也越来越好了，知道吧？因为阿紫，她一个女孩子也很不容易，所以呢，我跟阿紫只是朋友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子，我也没有害她什么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不要生气，你就是好好替我说一下，好不好？阿姨，你想个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先不要生气嘛。想个，心脏，我想一步什么不中啊？ 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阿姨。我跟阿紫只是朋友，知道吗？就没有别的。然后你就不要生气了嘛。然后你就让我留在这边。你快点走，你快点走，你快点走，快点走。阿姨，你不要生气嘛。哎，不要生气嘛，阿姨。你听我说嘛。你快点走了。你不要生气嘛，阿姨。阿姨，听我说嘛。你快点走了。阿姨，你不要生气嘛。阿紫。 放弃吗？对吧？我们两个好不容易走到今天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来跟他们说清楚。好了，我们都帮忙了，我们都心甘情愿，说一声谢谢。没事，不能怪你，这个不怪你。你不要想太多，赶紧回去吧，等一下他又。
快休息休息，你快点快点，我天都要黑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也走了，好不好？你快点快点回去吧。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哥。没事啊，也不怪你，我能理解的。你快点回去吧，然后我也走了，好不好？拜拜。快点快点回去吧，走了，阿紫。喂，这是干嘛呢？阿紫。哎呀，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上来看看你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在弄玉米，要给玉米施粉。哦，那这怎么阿川也在这里干嘛？不可以在这里吗？哎呦，你怎么来了呀，伟哥？我就上来看看你呀，从哪里进来呀？我不要进来了，这个全部都是你帮，你不用来了。没事啊，我进来和你聊聊天。那你从那里进来吧，伟哥。好好，慢一点哈。好。阿川，你不要那样弄，那样炖那玉米不好。阿紫。啊，伟哥。这。阿川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我不可以在这里啊。不是，事情都已经说好了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事情说好了，但是彩礼钱没退给我家，我爸妈让我过来帮他干活，让他回心转意，然后我们俩在一起啊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阿川，你不要这样讲，我读书。阿紫，有那么一回事吗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你过来一下。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，阿紫？事情都说好了，这那我还没有，我们家还没有给他们彩礼钱吗？所以他说他爸妈叫他天天来，真烦死了。这对了，这阿紫、啊、这谁啊？这个是谁啊？是我妹妹啊，伟哥。你妹妹？啊，回来。这个是谁啊？那伟哥长得很帅。没有没有，他还不头上，伟哥你不要介意。没事没事。这那你应该帮你姐姐干一下活呀。是读书人，我干什么活？他不懂事，你会听。你看你把我带到这里来，我的鞋都脏了，一会儿你要帮我洗。不是，好，我等一下帮你洗。阿紫、你妹妹这读书回来了吗？应该要叫她和你一起干干活呀什么的。没事，她从小就读书嘛，然后没干过活的，不干了，就习惯了，她也干不动。没事了，我干就可以了。要不我帮你吧，我帮你弄吧。不用，好吧。那么脏，帮 你, 弄吧 你也坐那里吧，伟哥，太脏了，你也坐那里。没事，你教我怎么弄，我就会弄的。要不我帮你弄吧。也不会，你看刚刚说他都不会，他乱丢。不是那个阿川，你这样子吧，你先回去吧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不回去啊？应该走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啊，不是我是我跟阿紫是朋友，对吧？你那事情说好了，你这来这里没有用啊，对吧？再说一遍，事情说清楚了，但是彩礼没有退给我们家。那彩礼我们会想办法给你的呀，对不对？想什么办法呀？你不要打扰人家生活呀，对吧？你是你在打扰他，不是我。我们是有婚约的人，我再说一遍。他是我姐夫，他不能走的。不要这样。不，你本来就是这样呀，妈都说了。不是，那个妹妹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说的那样子的，因为我跟阿紫只是朋友嘛，对吧？现在那事情都说好了，你看他，你赶紧走吧，啊，好不好？走的人是你，好吧？你赶紧走，那个走的人是你，别在这里，好吧？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你们两个都不要这样。不，那个我们都是，对吧？都是成年人，你说吵吵闹闹也没有意思。那么你该走就走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这边活也不用你帮忙，我会帮阿紫干了，知道吧？就你会帮我不会吗？你在这儿，对吧？打扰人家生活干嘛？你赶紧走吧，快点快点，赶紧走吧。是你，不要影响人家干活。责任是你。阿紫，我帮你吧，我帮你弄吧，好不好？不用啊，伟哥，不用了。太脏了，不要等下弄脏了。没事，你阿紫，你让他走了嘛，好不好？让他走了。